查询不是领导的信息啊，这个好简单，这么简单就不讲了。Ctrl C， 然后呢？真有这么简单吗？这么简单，真不讲了。查询一下，有没有结果？上面这一个啊，全是领导是吧？查询一下，这个是只有六个人是领导吧？不是领导的有几个？14-6应该有8条记录啊，那为什么没有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空值啊，有一个空值影响。我们在前面第一天给大家讲的时候，空值我们说这个空值，你用这个等号还有不等号去判断是不是有会出问题啊。那这里边没有查询出结果，就是因为这个空值的影响。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好，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只查询中的一个空值的问题，在这里面呢，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英语早读的时候可以读一读这一段话了吧？Retaining none in the resulting set of a summer query， 返回一个空值在一个结果集里面，一个只查询的结果集里面，返回一个空值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？然后呢，我们直接看这个直接看原因吧，这个太多了。这个太多了，我们直接给大家读一遍，我直接给大家读这个 The reason 什么意思啊？原因。 The reason is that all conditions that compel a non-value result in a null。 所有的条那个原因啊是这样子的，所有的条件呢和一个空值比较，它的结果呢是一个 null。 所以呢 So whenever null values are likely to be part of the result set of a subquery, do not use the not in operator。 这是官方的一个解释啊，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呢，都不要去在一个子查询里面也使用这个 not in 的。如果这个子查询里面有这个空值，无论什么时候，空值作为一部分，在这个结果里面，只查询的结果里面，都不要去使用这个 not in。 The not in operator is 这个什么 equivalent to 不等于 all。 这个 not in 呢，它是这个操作符，它的是等于这个不等于 all 的，不等于里面所有。所以这里面就是会产生这个问题吧，它和空能做比较吗？它和空做比较的话，它是会有问题的。刚才那段英文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 in 呢，它实际上是可以这样子改写的，就是不等于里面的所有，不等于 all， 但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空值，不等号和空值去做比较，比较不了，它是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这里它得出来的结果没有任何结果，能不能理解？这个理解吧，应该。好，这个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？去掉空呗，对吧？去掉空，直接我们把上面这句话拷贝一下，直接呢就在这里面去加一个条件 ，Well, MGR is not null， 对吧？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八条记录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将这个空值啊，我们就直接给排除掉了，我们可以给大家是查询一下，查询出来我就直接这个。Select MGR， 我是就直接把这个空值给排除掉了吧？这里搞明白没有？正确的写法。好，通常这里面的刚才是空值问题导致的，那我们这里面也可以给大家写一下，通常这个直接写到这里吧。通常
情况下，数据库中不要出现 none。 为什么不要出现 none 呢？最好我们是给它加上一个 not none 吧，一个被控约束吧，是不是？最好的是一个做法，最好的做法加上 not none 被控约束做一个交易。然后呢，这个 none 值啊， none 值那并不代表什么东西，不占空间啊。比方说我们写了一个差100，但是你没有，你给它插入的是一个 none， 它占的还是100个字符啊。这里能不能理解？好，这是空值的一个问题，尤其需要注意。那通常如果你是查询出结果呢，有可能为空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去加上这个 is not none。